我们现在八力进行到呢，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圆融了啊。所以这个圆融力呢，哈，首先呢，整个重点是将我们的身体呢，一样呢，两脚与肩同宽，一样是微蹲啊。观想自己现在在整个的宇宙的虚空哈，观想你现在是在整个地球上啊。我们慢慢的呢，将这个双手划开，尽量是平行的，从我们的檀中发出去啊。一有时间我们就做21下。啊，时间不允许的话，我们做3至5下哈，至10下，非常好。这是我们的平行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呢横跨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脚一样是正面的不变，但是我们的腰要侧过来。这时候我们进入到我们侧边的时候呢，一样由我们的檀中发出去这个强而有力的正面的波纹哦，往四周不断的扩及再收回来，非常好。我们再慢慢的换边，一样呢。这时候呢，一样是我们的脚尖、脚跟呢，哈，抓着地，但是呢，腰一定要强而有力的呢，哈，靠近，非常好。这时候我们慢慢的回来，哦，这整个圆融力呢，整个重点就是要拉开我们的颈椎了，哈。所以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模特呢，透过我们的左手，对，尽量呢侧边的，慢慢的往左边侧边当中呢，将我们的这个颈椎的12层楼呢，哈，让它放松。所以呢，感受到我本健康，我本喜乐，我本圆满，非常好。我们再换手，同样的动作呢，尽量你一定要侧着哦，将整个的动作12层楼尽量拉开，非常好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双手，哎，这个是45度角，尽量下巴呢靠下来，非常好。对，尽量点下去之后呢，很好。我们另外一只手呢辅助我们的百会穴，另外一只手呢按住我们的颈椎，非常好。这个时候我们做完再换边，一样的，因为我们的手部有光体哈。好，这是圆融力呢，整个动作比较重点的就一定要完成12层楼。好，非常好，整个动作圆满。